怎么才能赚一个亿？我们开了一家游戏公司，在15年里赚了2370万。为了加快赚钱速度，作为公司的 CEO， 我们在招募2个员工，加快我们的游戏开发速度。入职后全体培训一下，来提高设计和技术水平。新员工要我们装修一下办公室，而且要重新换一下电脑系统。行吧，那我们现在不缺钱呀，只要你们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就行。换了新的电脑、新的桌子，买了一个冰箱，休息室更高级了，还可以玩游戏呢。一切准备就绪呢，我们就开发新游戏吧。有小伙伴让社长做原神，那就试试吧。虚构历史加角色扮演电脑游戏，引擎性能不需要太多，剧情和任务要多一点，人工智能不需要，对话和关卡设计要多一点，最后音效也不用太多。好，完成了，有32的热度，等一会儿修修 bug 就可以发布了。发行游戏看看评分多少啊，8分、9分、7分、8分，还可以啊，平均分8分呢。正好最近流行新主题了，我们也算是赶上热度了。本来小公司没什么名气，这游戏最高排名第9位，基本上在游戏平台里面呢，第一页就能看到我们的游戏了。卖出了65万份，一共收入了719万，算是小赚一笔了。老员工建议我们租一个大楼作为我们的新总部，需要花800万用来搬家。哎，整个地方确实大了非常多呀，但是房租不便宜啊。真的现在还有点钱，再招募2个员工，再加快开发速度，而且呢可以提高游戏质量。我们现在找一些发行商合作开发，用他的渠道来发行游戏，可以吸引大量的粉丝关注我们。这个地下城冒险游戏我看可以试试啊，提成是14%，发行一个死亡细胞，发行商的销售量非常恐怖，我们只要达到最低分8分就可以拿到14%的收入，而且可以大涨一波粉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等会就看赚不赚钱了，如果不赚钱呢，我们就少接一点合作。8989，这个分数还挺高的，最低分8分达到了，就看销售量有多少了。一共卖出了605万份，销售量是我们自己发行的10倍啊，收入是933万，小赚一笔了。但对于现在的房租和工资来说呢，一点都不多。粉丝数量倒是翻倍了。我们研究一下大型游戏，哎，直接开发《死亡细胞二》，看能卖多少钱呀？啊，一共是67万份，收入是947万，是时候研发新的引擎了，虚幻三，什么 3D 图像呀、分支剧情、过场动画呀、视频回放、成就系统。等等，我全都要了，一共要花100万进行研发。然后一些发烧友要求我们公布老的引擎虚幻案，这波刁民天天为难我们，哎，给，真的惹不起啊。好，开发一下续作原神案，大型游戏虚幻三系统，听起来拽拽的。好，有133的热度，跑一下分数吧。低分基本上能判定游戏好不好啊，10分原神案应该是款好游戏，10分、9分、8分、10分，哇塞，销量应该是有保障了。就看是大赚一笔还是小赚一笔了。我们现在每月要花掉31万付房租和工资，公司的资金还在2000万上下，很难再涨上去啊，除非我们能做出爆款游戏。看样子原神案呢让我们的资产翻倍了，来到了4000万上下。看一下具体数据啊，卖出了168万份，销售为2352万。哎，再来几个爆款呢，肯定能赚一个亿。我们来研究一下双重类型，这玩意可以给游戏加一个类型。我们开发死亡细胞三，地下城动作加冒险游戏，这样受众不就更多了。稍微和前代调一下研发阶段就行了，有393的热度，非常高了。如果跑分很高，那肯定就大卖了。在发行之前呢，我们再开发一个重磅技术，多平台发行，哎，就不止赚一个渠道的钱了。看一下死亡细胞三的评分，10分、9分、9分、9分，绝了，这分数非常接近第一了。我觉得多类型销量肯定是能增加不少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翻倍涨。大家对我们的续作评分很高呀。业内新闻，我们的死亡细胞三累计销售了100万套，那看样子多类型游戏呢确实翻倍了，1+1=2了。趁热打铁，我们开发原神三大型游戏，角色扮演加动作，可以选择3个平台，当然是份额最高的3个了，一个电脑，一个 PS3， 花50万买一下授权吧，还有一个 Mbox360， 授权也是50万。挑下研发吧，任务和剧情多一点，对话多一点，人工智能不太需要呀，世界观和图像调高一点，音效少一点。死亡细胞三下架了，卖出了393万份，销售是5506万，我去，大赚一笔啊。我们现在有了9210万，距离一个小目标呢就是临门一脚了，那正好原神三来了，真及时。有一个游戏大会，这次我们花重金150万做一个大型展位，把热度彻底打上去，这样的话就算评分差一点，销量也能上去。好，一共吸引了100万人，排在了第43位，哎，可以可以啊，看看这次销量能不能爆掉。一切准备就绪呢，我们就发行游戏吧。第一分至关重要啊，9分或者10分就稳了。哎呀，8分呀，又来个8分，不会是8888吧。哦，7分，哎，这个分数呢有点低了，直接看销量吧。现在公司坐等破亿，好，我们现在的目标已经达成了，而且卖出了好几百万份，果然这个多平台呢是不一样啊。这个分数如果不上多平台的话，很难超过刚刚的死亡细胞三。哦，有个新闻，我们刚刚买的 Mbox360 授权呢，它直接就机器下市了，这是跑路太快了，还是我们入场太晚了？
哦，原神3也下架了，一共卖出了306万份，销售为4295万，这个成绩我还是很满意的。好的，我们创业的第28个年头呢，终于做到了1亿，1亿2870万。我们现在是一家拥有6个员工的游戏公司老板，从7万块钱干到了1亿。创业28年实在太艰难了，转眼间呢，我们就步入了中老年。